艺人张智恒同老婆欧燕文，佢哋结婚三年，已经有三个仔仔。当初 Stephen 突然官宣未婚生子，继而被踢爆一脚踏五船，令到形象同事业尽毁。所以外界一直都唔睇好呢段婚姻。再加上呢几年 Stephen 因为财困欠债而频频见报，一家人经历被上门追诉，被逼迁搬完又搬，真系坎坷到不得了啊！正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，两公婆嘅关系时好时坏。之前文文曾经单方面喺社交网宣布离婚。事隔几日 ，Stephen 又单方面宣布复合，而且老婆仲怀上第三胎添。但最近佢哋嘅感情似乎又再亮红灯啦噃。据传媒报道指，文文突然将所有同老公 Stephen 嘅合照都删走，一张都冇留低，干手净脚。之后有网民仲发现佢已经取消关注咗老公嘅社交账号。文文同网民玩你问我答嗰阵，亦都亲口承认，佢话我社交网净系 follow 我嘅屋企人，随即惹嚟猜测，指佢哋两公婆可能再度分辨。目前 Stephen 仲未对今次分辨传闻作出回应，唉，真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！